国道三号南下苗栗通宵路段，在凌晨一点多，有一辆砂石车不明原因突然冲破了护栏，翻覆在外侧车道的边坡。驾驶跟警方供称说，是因为轮胎爆胎才会冲破护栏翻车。所幸驾驶被现场的救难人员协助脱困，并没有大碍。简单清理包扎伤口之后，没有送医。至于车祸的详细原因，还要等待警方进一步的调查。